你们对这个李锦记旧商标可有印象？这商标早在60年代开始使用。1988年，李锦记庆祝创立100周年，推出全新商标。虹桥设计象征李锦记酱料是沟通中西饮食文化的桥梁，而独特的紫色字体则代表着李锦记的永远创业精神。